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蚩尤青岛。今天小编回农村老家，带你看看老父亲打理的花果山。话说现在住在农村，最大的好处可能就是可以吃自己种的菜，想吃啥就种啥，想吃菜了现场采摘，非常方便。好，这绿茶茄子。不好。茄子好吃。哎，这茄子很好。你看那个，你说是太厚了，够了。行了，别提了，小点别提。老人虽然年岁已高，但他闲不住，自己种的菜根本吃不完。这次回家，他给小编摘了不少新鲜的蔬菜，小编可以吃半个月了。大家看看都有啥。韭菜很嫩啊，这的很嫩，这才刮那么一腿儿，那就刮了一截了。甜苞米。还有种的。嫩啊，这就还有种的哈。它叫个甜糯玉米。